calling this the Chinese virus. There are reports of dozens of incidents of bias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Your own aide, Secretary Azar, says he does not use this term. He says ethnicity does not cause the virus. Why do you keep using this? Because it comes from China. 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That's why. It comes from China. I want to be accurate. Yeah, please, John, please. I have great love for all of the people from our country, but as you know, China tried to say at one point, maybe they stopped now, that it was caused by American soldiers. That can't happen.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not as long as I'm president. It comes from China. You'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who you think is to blame or where the origins of blame for this virus is. I don't think. I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I don't know if you'd say China's to blame. Certainly, we didn't get an early run on it. It would have been helpful if we knew about it earlier. But it comes from China, and it's not a question about that. Nobody's questioning. 特朗普政府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反应不佳，在全球危机期间未能履行美国的传统角色，这使部分人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能填补这空缺。尽管美国可能不会通过停止医疗装备的出口来取悦盟国，但中国将不会轻易地步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掩盖这种大流行病而产生信任的裂痕，将对其渴望成为全球领导者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表明，他们对北京通过封闭边界和遣返公民早日处理病毒的能力缺乏信心。中国批评美国采取了这些措施。北韩从正式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唯一盟友，在1月下旬封锁了边界。在习近平主席及其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领导下，中俄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俄罗斯于1月下旬关闭了与中国的直接边界，并于2月2日终止了从中国的免签证旅行。伊朗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于1月31日停止了两国之间的所有航班。巴基斯坦也是中国的重要伙伴，他并未遣返其公民，但这种选择更多是由于巴基斯坦自身的公共卫生的漏洞，而不是相信中国应对大流行病能力。随着疫情的蔓延，对该病毒的苗头开始集中在特朗普总统及美国官员将新冠病毒改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而在华盛顿和北京相互指责的同时，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始批评该政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据报道，英国仅几个月前通过允许华为建立 5G 基础设施的权利激怒了美国，根据报道现在正与中国交火中。作为最终负责 5G 决策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则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在住院中。在欧洲方面，中国试图进行口罩外交的企图却遭滑铁卢。西班牙和荷兰举发防护装备和测试工具装运报告都是不合格的。甚至伊朗也批评中国掩盖了这次疫情的真实数据。卫生部发言人贾努什·贾汉普尔 Pianush Jahanpour 则叹其不准确的数据是对全球及其他地区恶作剧。中国花了数十年的逐步发展，才在国际体系中树立重要的地位，从而使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关系最重要的领导决策，来自于邓小平改革时代以来的决策，不仅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且还帮助中国重新进入了世界舞台。
但是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这些改革及其结果是不可能完成。直到1979年吉米·卡特政府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平稳之后，邓小平才宣布实施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与西方继续进行贸易投资、教育和技术专门知识的交流，中国是不可能在随后40年崛起。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帮助建立1970年代学生与图书馆员之间的首次交流。这些交流基础所累积的信任并非没有用处，它是通过无数外交官、学者和政府官员慢慢地建立的。由中国记者的报道有助于塑造本国的公众看法，并加强了对进一步参与的支持。然而，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对彼此间的信任造成重大打击，但并没有完全破坏它。悲剧发生后不到十年，克林顿 Bill Clinton 总统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2001年9月发生突如其来的恐攻，为中美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整个2000年代，中国继续寻求更大全球的领导机会。信任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这种信任有些过于乐观和幼稚，但是它的基础却是精心构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这种信任就受到了损害，现今这些裂痕已经分裂为鸿沟。当英国或任何国家不相信北京提供有关公共卫生危机的准确信息时，又如何能信任中国会为其 5G 基础设施提供关键零件？当媒体开始警告在陷入冠状病毒疫情时，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及对这些产品有迫切需求的时候，美国要如何继续允许由中国制造该国使用之医疗设备？当北京在迫使吹哨人沉默和拘留持不同政见者，进而损害自己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时，北京如何期望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就不记得在1949年之前这段历史，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如何在联合抗日中共同努力。中国的年轻一代都不会知道中美建交和邓小平改革，或许他们理所当然的会视这些变化为依据，而导致被冠状病毒疫情事件上破坏了基础的信任。这是一个完全与怪罪病毒源头问题无关，不管病毒是如何开始的，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对保密举动损害了他和全世界的健康、安全和经济稳定。习近平也许会试图通过宣传和审查来控制他的人民对他无能的反应，但世界其他地区不会那么容易忘记。未来他需要一种新的方法以及更好的帮手来协助重建已消逝的信任。